way.是何苦呢？一个对啊，哦，厉害哦！他不会动，打到吧？还是热色啊，真的是热色。软丝。啊！我打到他倒了。我这下方还有一只吧？要那个像快感的。叫那个就是好吃啊，而且肥料好吃。靠腰，哇呢，真的有套哦。这也太小了吧！皮带，太套了哦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咬不到了。有希望了，有希望了。哎呦！哎呀！小呢？当时我一条鱼，竟然无反应。哼！不是嘞，直接拄啊好，刚好。算你倒霉。每次都吞钩，偷咬。小只啊，好笑，都这种的啦，怎么都这种的啦，哇哇哇，还好。哇哇，没打到。这是有粗呢，哎，有了，你身小。假如怕你吹冰呢，吼。哥哥把你都叫假去啊！因为他有来捉，有来剁剁剁啊！
北堤这种的尺寸的最多了。完全没有风了。干，为什么钓起来都是这种的啊？干成枯萎。是可能真的要放深一点。这，麦个老白，我这钓的啊，安尼拍到。哎呦，还是钢管。重呀！没有啦，那么多，没有啦。哇，赞啊、欸、来跟正镜头比一下耶，快点、欸、完全不理我呢，可恶。他们自己抓鱼，他们抓鱼，耶，好。哎、欸，我正在咬了，拍谁拍谁！啊啊啊啊！无你你哥啊往外，哎、欸、对吧？喂！啊啊啊！风行。你要不要改浮标给女朋友玩？哇！有，真的有靠。诶、欸、断、欸、线了、哦。耶、yeah ！回家我等到了。哎哎哎哎，我。
冒着生命危险呢，耶！恭喜恭喜！体型越来越小了哟、看起来掉天涯了，都没掉，可是假。分了，竟然掉的比我还要大只。静置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没有感觉。你看，我帮你记录一下，来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叫雨轩。雨轩哦，恭喜恭喜，人生第一只吗？对，真的哦，哇，不止哦，上次在白灯钓过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台东的第一只，台东的第一只，恭喜恭喜恭喜。咦，哎，正吃哎、欸，正吃了，怪人好无哈，就是拢在咧食啦。珍珠港北堤的白带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好像对天涯会比较有戒心，这个时候如果你改用浮标钓法，会有比较好的咬挂，因为基本上它有条直线比较长，比较飘，白带鱼基本上来一咬比较不会有戒心哦。而且的好处是，如果你的左右鳞柄啊就往外乱抛，线乱流哦，流来流去，飘来飘去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钓脚边就好了。这是浮标钓法比较有利的一个地方啦，表框算是相当不错 ，OK， 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